真济嘿，啊，真欢喜甲大家熟悉。咱知影，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、目标，就是毋忘台湾有一日会出头天啦哈。国民党统治台湾，今年拄拄第六十六冬，哈、啊。伊用殖民地的方式，完全是甲咱殖民啦哈。啊，殖民地的这个的方式，就是语言同化。所以咱的囡仔拢不要讲咱的爸母话、河洛话、客话、原住民的话。过来就是文化同化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知影这个国不中，咱就用汉文汉语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唔当我们偏去，哦，东文东种，日本嘛是用汉文啊，韩国嘛是用汉文，哦，越南嘛是用汉文，哦，啊，人个 Australia。用英文，人咱唔讲澳大利亚，澳洲是英国人，啊，所以一切的迄个政治措施，专门拢总是种同化政策。我是受过日本教育的人，所以我读一年的日本的幼稚园，伫高雄市啦，哈，古早是高雄州，一年的小学伫和平国小，古早叫做一多社，靠国民甲顾，第二年就走空心，所以我真正读小学不是六冬，只有读五年啊。第三年佫开始读啊，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讲宗教问题，台湾主宗教哈。啊，当然讲到宗教问题哈，实是点半钟要讲宗教问题是非常困难啊，因为宗教是一世人爱研究的，我是教宗教史的人哈。啊，目前伫即个中央大学诶台湾研究所，啊，宗教史的课是我负责。第一学期啊，对研究生是讲即个世界宗教史，第二学期讲台湾宗教史。所以对宗教方面吼，那、是多论式的，我是真内行哈。啊，那要问我啥物，关于宗教问题，我真欢喜甲咱回应。但既然咱的目标是一致。咱所关心的是台湾的前途。要讲宗教，我刚才讲这个政治跟宗教这个问题来切入。咱知影台生来做一个吼，做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哈。咱知影台湾人对国家定位真错乱。你讲台湾是国家，其实不是国家，是人的殖民地啦。你讲不是国家，唔顾咱后总统的选举，对阿辉贝亚时代就民选总统开始。但是民选总统无伫即个联合国监督的下面啊，你的选举毋是正式的国民投票啊，所以吼、有效敢若无效吼。足、侪人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毋过中国都毋是安尼看咧。国民党现在政府嘛毋是安尼看咧，伊要将台湾提予中国，那也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强费来个台湾，啊，因迄个国旗收到无半支。阮囝嘛去示威啊，互讲甲流血，甲去入院啊，啊，单婚姻来时啊，所以这个囡仔互讲过吼，伊就足有台湾意识啊，伊袂去挖国民党啊，啊，所以宗教甲政治是非常哦，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个课题啦哈。那对国家定位先讲，今年拄拄因迄国哦，就是所谓中华民国。其实中华民国海台湾啦哈，啊一巴掌，那是骗人的一个一巴掌。咱来回顾历史，台湾跟中国根本都无关系。孙中山，哦，这个黑道出身的革命家，伊伫1911年10月7日辛亥革命的时阵，伊无伫中国，伊走去美国，哦，伫咧纳凉。啊！人家叫登来做毋是大总统，为甚物辛亥革命的成功，毋是孙文的功劳，是阮世凯的功劳，新军的功劳。恁去看历史，新军完全受日本军事训练的新军，若无新军会出头，啊，无可能会有这个辛亥革命的成功。啊，咱遮这个过目书咧教历史，伊就知影，啊，知影这个代志。啊，他叫伊回来做临时代总统，伊做偌久？伊只有做两三个月，就让阮世凯啊。
所以，若讲有真正有中华民国国父，毋是孙中山啦，是袁世凯。袁世凯伫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的时，伊正式的大总统是袁世凯，吼、哦，毋是孙文哦。你去看历史，我无直接乌白讲，吼、哦。后来孙文失势，伊咧创啥？所以我咧讲，即个国家定位问题，来对遮切起。唔要讲中华民国一百年啦，迄种骗啦。啊，所以这柯文友吼，吴文良先生日本的一个政论家，伊真出名，伊读历史第读的。伊最近写一本册，我拢甲读了啊，叫做《辛亥民国一百骗》。啊，恁去读，恁去买看卖，吼、哦，足精彩，看了头壳就会清醒。辛亥民国一百骗，好来，啊，当万世开始第一任在总统，孙文、孙中山，你送什么？叫伊做中国的铁路局长。啊！伊去接受这个非常豪华西太后咧坐迄个16节的火车厢，啊！啊！伫遐咧全国安尼驶咧佚佗，哦，这种历史的记录，啊！伫遐讲，互你做官，你爱做官嘛？安尼好，你安尼临时在当拢无，安尼互你做铁路局长，我搁带分家规哦，吼！中国要复兴铁路台，四通八达哦，几年台安怎样？你敢知影西太后咧坐即节火车豪华到什么程度？甲当时的这个沙皇苏联的革命吼，啊，苏维埃革命还未成功的时阵，甲沙皇的火车边16节咯，一日16节，啊，火车头安尼，拢伫咧行，伊安尼全国沿路赛沿路耍，啊，耍甲头，你敢知影内面拢在啥？无聊以外，全国的美女拢伫迄个车厢内底。花天酒地，答案都伫遐风流。哦，这我无乌白讲，恁去看历史看有影无？后来一年后，想讲嘿，袂使咧，我讲做这铁路部长，这无管理咧。啊，佮第二遍的革命就开始啊，所以二次革命，哦，第一次革命伊失败啊，二次革命毋是十遍，哦，迄、那个武装革命失败哦，第二次就招广东遐个落人，结局佮一个佮人佮安尼袂合，但是二次革命。日本人帮咱孙文帮咱有够济，你去看历史，你看历史帮咱有够大有够大。啊，结局二次革命乌白变的，全世界下令要甲掠，从走来台湾。所以孙文吼三遍到台湾，第一遍1900年，1900年，非洲革命失败来台湾。李尊先就是长老教会一个长老，甲招待伫遐住一两个月，嘛是花天酒地，因为。伫化街的边啊，佫隔一条路就是江山楼嘛。啊，伫遐咧，大暗在遐啉烧酒，伫遐咧开。李尊先是一个基督徒，挡袂掉。1900年，后来，吼、哦，迄个1911年成功了，叫伊去做临时的总统，伊就无要插袂啊。但日本政府真甲帮衬，吼、哦。啊，二次革命煞失败咧，完事要甲掠。1913年，佫走来台湾，李尊先就无要插袂，怎啊带伫？台北车头边啊一个宾馆，哦，恁知影吼？啊，一个宾馆，就孙中山捌伫遐住过。啊，就去日本啊，美丽啊，无人要甲掠，掠就是抬头罪啊。坦白讲，日本政府对伊帮衬足大。后来话讲倒转来，请大家会记哩咯。1911年10月7日革命成功的时阵，台湾是啥物人的领土？中国个啊，毋是？毋是哦，日本的领土。台湾甲偏哦，日本的领土，所以孙中山是台湾人的国父啊，不是。你若讲东湖，勉强讲会过，因迄党的人。1912年元月1日，中华民国成立，台湾偏哦，什么人的领土？日本的领土。所以迄个时孙中山唔敢讲台湾是中国的啦。哦，所以这国家定位问题吼，咱拢爱足清楚，唔敢讲。啊，孙文吼不甘吼。不甘寂寞，迄阵是读作寂寂寞，啊，所以吼，搁咧变第三遍的革命啦。哎，得罪了广东的陈景明这个军头啊，啊嘛去失败，这遍失败要有哪经过台湾咯？1918年，搁经过台湾一遍，迄阵苏维埃革命已经成功啊，日本政府就无啥要插伊，讲你这骗老啊嘛，啊你好好安尼甲万世界合作统治中国就好。啊！你
两字做革命也袂用哩。啊，阮帮赚你遐侪钱。日本为着因中国革命吼，日本的技术死去呢，第一遍的革命就已经死一个，吼、哦，死一个日本的高人，啊、哦，牺牲足侪，出钱出力。有人讲吼，干那一个企业，日本的企业家帮赚孙中山的革命200亿美金，唔是2亿哦，200亿美金，买武器、买人员啊，先煞对去。第三遍，搁咧变革命，啊，搁失败，经过台湾的呢，啊，啊，日本台湾的总督无啥物差别，嘛搁走去日本比啊，但是去日本也无人无啥人要差别，讲你这是骗人的嘛，所以伊怎转去中国？转去中国挖什么人？挖列宁，挖苏联啦，啊，所以吼，中国第一个军校。红坡军校什么人创的？武器教官苏联的，蒋介石做遐第一任的校长，苏联的，啊，变来变去嘛。日本政府感觉这个人袂插的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请咱来记哩，我要甲咱提醒：1911年、1912年，中国革命成功，迄个时阵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唔是中国的。啊，所以中国人伫战后1945年来是占台湾啦。各一项，各一个简单的常识。孙中山变作国父是安怎来的？就是因为挖苏联，啊，孙中山上第一亲密的一个部下，有可能继承孙中山的位的人，就是汪精卫，南京政府。但是当时蒋介石得势，伊做吼，伊、哦、一寡对敌拢安尼挖，因为挖苏联嘛，西瓜挖大饼嘛。啊，郭伯宗就赶紧将孙中山当作国父，其实是党父啦，都唔是国父。但是孙中山当时死，1925年死咧，伊到死之前嘛，唔曾讲伊互当作国父啊。哦，啊，干那这个，吼、哦，干那蒋介石1940年哦，1940年，1925年就是1945年，甲当作国父，就是要对付汪精卫。诶，汪精卫是真要紧的人呢，汪精卫。孙中山有一个或者国父遗嘱，以致力国民革命凡事4年，什么人完成的？汪精卫呢？汪精卫完成的？什么人起草的？吴志辉呢？吴志辉。啊，这历史记得真清楚啊！啊，所以蒋介石得势时，就用冬瓜当作国瓜，用冬旗当作国旗。啊，1940、1945，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啦！啊，后来。啊，蒋介石伊走路啊，但是1940年，规个势力，满洲国的势力南插伊啊，哦，啊，共产党的势力，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就开始，啊，毛泽东的得势是以后，哦，哦，1930年代以后，哦，啊，所以有日本的势力，有满洲的势力，共产党的势力，当然到尾啊，哈，一个安尼乌合之众，蒋介石当然走无路啊，所以。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啊，就开始内战。国共内战的时候，哪战哪败，最后1940年完全拢无。我一个亲的细节吼，伫1930年代，我是1937年啊出世。1930年伫高雄市读册，啊，迄阵家庭环境真好。后来袂当转来啊，日本的军国主义怎啊讲？你去中国读册就袂当转来，袂当转来了后。啊，阮妈伊个小弟拢伫菲律宾伫鲁松啊，然后去投奔无久，啊那投奔那唔远，怎走去啊？互共产党走去延安拍游击，所以迄个细节怎失踪60天，较找着，即摆已经过身啊啦，要滴个已经97、98岁，要99啊。啊，伊就是迄个时代，我讲即个历史，就是讲伊就是迄个时代，去投奔中国个。伊跟我讲哦，我1949年，伊是接受天津港的人呢，啊，伊是读迄个共产党的或者抗日军校、抗日大学、共产党的红坡军校出身的，所以官阶有那真大啊。啊，所以伊讲1949年第一个沦陷的中国的都市就是天津。1955年完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啊，所以伊伫遐呐死的时阵那个砍迄个。波涛连刀旗啦，吼，因为我有去，我较知影。啊，所以这款情形吼，
走来台湾，伊好佳哉是怎个是德蒙来台湾？佮再一项，中华民国存在无？伫中国内战的时阵，啊，将哦，这将什么？将什么人吼？我向煞袂记得。哦，伊这个，华西大学毕业的张，唔是张作霖，唔是董作霖，将或者张炳麟来是咪啦？伫中国内战的时阵哦。蒋介石的原来是，伊开始讲中华民国灭亡啊，大概是1935年代。第二人讲中华民国无的人是甚物人？蒋介石。1950年代台湾你甲兵文献，对因中国人军队的演讲是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哦，我们逃难在台湾，所以我们的期待是反攻大陆。啊，哦，这个国亡伊，这纪念伊100年。莫怪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错乱嘛，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哦，这是先煞讲的吼，哦，这拢历史，互咱知影。后来，话阁讲倒转来，要讲宗教。当这个流氓政府到台湾来，伊要用什么来保护这个政权？用宗教。这大家拢注意不到，用人的宗教。这个宗教就是掠控制起来准督校的国家儒教。State Confucianism， 这个国家主教，政府在关心呢，孔子庙，政府出钱起的呢，全台湾吼，有25关区吼，孔子庙要加20个，用咱的税金起的呢。这孔子的时间是教书节9月28呢，这个9月28，这时头哦，这个 highest priest 做个这时。国家的总统呢，那无内政部长呢，各县市的市长呢，啊咧跳迄个或者八义舞，迄款的囡仔是咱的学生呢，咱的老师呢，用国家的资源咧做控制呢，佮用咱的税金，以及一个大成、至成、先师、红师官，今即摆已经死啊，孔德成呢，啊，用安尼咧保护伊的政权，诶，国民党甲咱骗哦，讲政治甲宗教分开。啊，那你讲起来有分开无？无分开。伊以前一个国家主教的目的是啥物？就是欲藏一挂口号来甲咱麻醉咱的主题。藏底下后有四字啦，拢调调的礼义廉耻，这儒家思想啊。啊，教出来囡仔，若讲教会乖吼，大家拢心思，拢君子，啊，拢儒士哦。啊，结局教到即马吼，煞敢若有礼义廉。无体啦，吼，就卖研究就是无体，就是安尼先，迄种骗的。过来用八德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诶，拜托你，民主国家敢有咧讲忠？民主国家的忠是予公务员去用啦，公务员毋是忠于党哦，爱忠于国家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结果伊是忠党啊，国民党的条仔卡，民主时代。的政府是人民的公仆，爱讲责任啦，英文讲 responsibility， 唔是 lawyer。民族国家无迄个 lawyer， 是只有 responsibility， 责任政府。你做了无，你就我落台嘛。就最近迄个乌琼案，政府闹到遐尼厉害，你迄个刘义子，你我落台嘛。你做无好，佮有义子文书，你落台都唔落台啊，因为看你是国民党开的啊。民主国家的政府是责任政府，啊，咱呢是责任公民。啊，既然伫这个有国人无国的政治体制里面，咱咧投票咧，甲咪乌白依，啊，你无依嘛袂使啊。你若消极，就出贼糟蹋啦，是安尼呢？我是台湾教会、台湾教授协会会员啊，我不时咧讨论这个问题，卖插伊好无？唔插伊佫袂使啊，就不将伫这个无影。吼，虚无一国的下面，甲伊算啊，咱才有法度通改变台湾啊，这是一个方法啦，但是真消极。当然，咱的目标是五万，台湾地位未定，这是对的。讲到这时阵，我小可去跳一个问题出来。国民党常常甲咱骗，讲开罗宣言，哦，蒋介石甚物讲台湾，伊要收归，甲遐领袖讲要收台湾做伊做中国的。迄种八十八关呢，开到宣言，阿不签字呢，
宣言的物件，这个 declaration， 伫国际法的顶面未成立呢？我嘛会当讲中国是我的啊，我嘛会当讲澎湖是我的啊，我嘛会当讲什么是我的啊，菲律宾是我的啊，越南是我的啊，迄都无算数嘛。但是我甲恁讲，一个真有效、真有效，伫国际法里面，咱要承认的，就是旧金山合约。所以，请咱来记哩，伫旧金山合约的下面啊，合约甲宣言无共款哦。合约伫国际法的顶面会生效哦。啊，咱就是根据这旧金山合约，台湾地位未定哦。伫两日前，迄个《自由时报》有一篇日本人写的社论哦。台湾地位未定，伊真敢讲哦。啊，台湾地位未定，阮日本政府也无讲台湾要，阮放弃暂时的主权啦，尔。阮无讲要有啥物人哦。啊，那安尼先，台湾地位要未定，啊，未定就占领国，就是美国嘛。啊，就是这条路那点。所以台湾未来前途，若无靠外国的协助，敢若台湾人吼，也无钱，也无权，讲要改变现状，足困难。所以咱得用行动来改变，吼，这是叫打仗。但国民党用国家儒教咧保护伊的政权，后来就是伊的政府，目要无法度能建立一个现代化，英文叫做 state， 即 national state， 国民国家。因为所建的国是家国，因为儒家讲什么？讲 familyism， 家族主义、家庭主义。伊将儒家的孝道甲政治化，就是中党顶爱国，爱国顶中党。所以这个国家变成家国，唔是国家哦，是家国。我来占台湾，台湾是我的江山嘛。啊，我现在国民党的政权是我的吊带嘛。伊将这个政权看作吊带，当作家国，这个结果呢，就无民主啦。民主是假，所以我袂使互你占。我若你占伊吼，你台湾人给我占这个，啊，你是我的市民啊，你给我占我的政权阿扁啊，无罪也要给你创到有罪。所有阿扁啊政府，所有的这個政务官，无一个无倒霉。啊，到我伫中央大学台湾研究所的一个讲座教授杜正成，杜正成是啊，我也是做客座教授，不过伊是医师，所以给伊做一个讲座教授。我甲问讲，阿扁也落台，阿洪掠去关，阿你有代志无？讲后者无诶，后者无诶。啊，政务官大家嘛约谈，厝嘛大家去敲。啊，我真清廉啊，我是读册人啊，敲无啊。啊，敲诶遐特务甲讲啊，杜部长啊，杜政部长较歹势啦。啊，即、這个上面的命令吼，啊，都无多啊。我知你无罪啦，吼、啊，无罪咧，还你清白。啊，毋过已经拢糟蹋去啊，啥子清白？啊，即马学到要糟蹋大英文啊！一个好好的这个生机吼，将来台湾要赚钱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科技的工业，啊，你甲糟蹋一寡哦，中间的院长也糟蹋，一寡专家也糟蹋，哦，啊，台湾的前途会由国民党买去，哦，乌有去，就是安尼先来，白无要恁甲乌，就是这个政权，因为伊是家国嘛。不是国家，不是 nation， 是 family state， 不是 national state。所以这个政权用一个政治宗教儒教来保护伊个政权，修身齐家治国，治国平天下，啊，就好得当作政治化。我有权来管理，这是我的家国嘛，不是哦，不是恁台湾人国家，是我的家国。所以台湾人的命运的惨。就是给这款，给这款白贼的政府管，台湾人才会惨。所以，我伫这个研究所咧教册，第一课我就甲讲，我是台独分子哦，哦，当然是法律建国的台独分子。啊，你若唔惊开来修我的课，若惊观音退算，迄个叫哪来哪济人？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，哈，一个问题，互咱安尼头壳会清醒，用一个掠控制掠来死。啊，来为着国民党背书，啊，当年都伫遐拜孔子，啊，拜托咧，你要拜孔子，我无反对，但是唔通甲换政治化。但是好佳哉，台湾要一个著作神书咧送人，会乱堂啦。伫乱堂的分类，阮读宗教书的人，甲伊叫做 sectarian
空虚虾尼人，教派主教，还是民间主教？啊，这个民间主教足侪种诶，哦，一贯道、乱堂、哦、礼教，啊，这个红万字会道院、天地教、天德教，以儒为宗师，以行身行佛为教，为教门诶，拢总是合作教派主教。啊，因诶目的是度作善书，不过。我感觉足失望的，因为神书我收足济，就是即个对中国来的教派儒教所教的神啊，这个 goodness， 拢无下时代潮流啦。咱知宗教所传的神，你唔通就讲啊，达观宗教拢是咧叫人做好哦，无影无食哦，无影无食。达观宗教所传的神是完全无同款哦，这点咱咧会记哩。咱国教儒教嘛咧劝神啊，中东顶爱国，爱国顶中东。啊！你在这乖乖牌的顺民啊！你若反攻我吼，掠来，甲你整顿，甲你糟蹋。哦，迄嘛是因一个神啊！这个教派主教的神，拢甲孔子迄套神啊。孔子的伟大是2600年前哦，唔是2600年后的今仔日咯。孔子的幼教无类吼，迄是迄个时代伟大。哎、欸，今仔日大家拢有受教育机会，无迄个幼教无类啊、哦。而且孔子的孝经，甲入四孝的思想，我若要甲检验吼，逐条都出问题。恁捌读过孝经无？先师的孝经，开宗明义，哦，安那讲，身体护法，修之护表，不敢非常孝之事啊。立身行道，用名护世，以显护表，孝之将也。来，咱甲检验者，身体，哦。护法、皮肤、头毛、爸母甲咱生正的，伊袂使甲拍受伤哦。啊，若安尼，现代教育、现代学习教育的运动课目在取消哦。你拍一场的卡球，踢一场的卡球，拍一场的拉古比，一场的 baseball 也好，拢在招标哦。啊 ，basketball 也好，篮球也好，会受伤呢，在推有色呢。世甲大空世哩，所以这身体护法修持护表不敢非常好之事啊！迄孔子叫人三千整齐，走路八字卡，啊，咱日囡仔拢无运动，啊，营养够好，大家都食甲肥肥遐大个，迄嘛唔好嘞，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真落伍的教导方法。下面迄句较无整理，立身行道，用名护世，因护表好之将也。一个囡仔在真聪明，才有法当立身行道。用名好势，吼、哦，后势会出名。以显虎表，以显门风，孝之将也，这是孝道最后的目标。拜托你，你就生着一挂天才囝呢。啊，若生着一挂这怣囝、堪囝、蒙古精的，迄是拖累爸母呢。啊，这个囡仔唔得讨债囝，不孝子，无唔对。儒教思想就是安尼甲咱讲。儒教思想因为有。这是我对宗教的批判，因为有这款命定论啊，命运天定论哦，落土时八字命啦，吼，时间宿命啦，啊，面貌宿命啦，手魂宿命啦，后天的就是你的性命宿命啦，吼，啊，这性命学啦，吼，啊，这印章学的宿命啦，形态宿命啦，啊，个抽签卜卦，有这款的宿命论的因果，咱的家庭啦，出世一挂这些残障的囡仔，未有自卑心哦，请咱来记得。无自卑心哦，无你这是命中注定的，啊，佫是有佛教迄套正规的教、的规正道、的道，行于宿命的命定论的应用。可能恁的祖先吼，唔知甚物人吼，啊，歹积德哦，吼，啊，现世报，现世报，啊，拜托嘞，这个囡仔都咧可怜啊，啊，牵拖祖公祖妈，佮牵拖爸母做歹，才会生出即款的恶囝、痴迷囝。哦，小二麻痹的囝，啊，结局咱的社会都无迄个自卑心啦。啊，你这是讨债囝，啊，讨债囝，啊，臭生饭，食臭生饭就好。啊，凊彩给你迄、那个，啊，你都唔通互我出世做来拖累爸母啦。哦，好，安尼，啊，所以都无迄个生命共同体，也叫做 social welfare 哦，社会福利的观念就出来。基督教唔是哦，我伫只唔是咧传教。但是做一个比较，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，唔是哦。第一，因为伊的
伊有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命运，命运是大家的哦，吼、哦，唔是我个人的哦，所以有一个弱势生命在特别照顾，付出社会成本个照顾，这个社会才会水，唔通牵拖命运，牵拖汤，牵拖西安尼，安尼乌白牵拖，啊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华人的文化下面，无一个生命共同体。所以咱未缔造一个地球村。过来吼，这款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大家呐，因为命运天定，这款的思想还是命，还是行为宿命。我讲，大家拢无可能，无可能民主化，只是干关心家己的命底好歹，生理做歹，关心家己的命底好歹。哦，这种儒教的影响哦，吼、哦、啊，今日唔读册，牵拖。啊，这个命底好歹，哦，命底歹，哦，啊，得去算命，得去算命，啊，惊死，得去做流人，哦，啊，当时会巧的，哦，啊，家庭的经营会安那样，拢顾家己的命运的好歹。哎，这款的民族未出头天呢，我甲恁讲，咱赚无钱，请咱会记得，赚无钱，咱无头路，什么人的责任？唔是咱的命底问题，是政府的责任啦。你行政院的财政部长安那的政策是甚物？经济部长的政策是甚物？咱将苦难转移，予咱家己的命运，实是戆甲袂白上。这是台湾人阿呆，就是伫遮。命运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呢。我来讲一个事例：1980年，我有机会去英国开会；后来1983，阁有去英国开会。我每一遍开会，伫英国拢看到乞丐。伫坐地铁，即个 Heathrow 飞机场落来，坐地铁时阵，有诶看到，诶学生囡仔，伊也免甲你分啦，写一个牌啊，叫做 homeless， 我无家可归 ，homeless 无厝，哦，你著甲落钱啊，啊看到福建人背一个囡仔，穿甲真水哦，英国乞丐毋是安尼穿破破，然后讲阿伯啊阿姊嘛一针本了，伊无遐衰啦，足大班，伊讲先生啊，我诶囡仔吼欠牛奶粉，这 milk powder 无啊啦。啊，请你安尼帮衬我，我摕一磅一英磅，迄个损失48块，啊，就摕好，伊就欢喜个，甲你说一个多谢。你敢知影我从即款的经验，甲英国的教授、剑桥大学的教授讲，坐伫边啊讲，恁英国有这个病人呢，有乞丐，一个面穿红起来。伊的第一个回答是啥物？阮英国伦敦市的政府吼，市政府的教育局做了无好。所以你所看去，只就是无保护善良人。安尼好，我要反映，要甲政府讲，应该咱的国家，那是一个先进国家，袂使有乞丐，即弱势性命要甲照顾好好。好，我足怨叹的呢。迄个时候，1980年代、1980年代，咱要伫迄个白色恐怖的时候，讲咱台湾人吼，戆台湾人啊，税金安尼赔命力，啊，中华民国阁万万岁呢。一间厝几啊岁，一只车啊几啊款的岁，这个钱我摕倒了。咱呐不要想讲我六只这岁，政府为着我做啥物？敢那照顾老吴啊，照顾退伍军人，照顾公务员，我这农民，我这劳工有我照顾无 ？No， 无，不要安尼先想呢。好、哦，我安尼真怨叹啊！你甲学生讲哦，税金六只这，也唔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。体贴唔知为倒去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咱爱命运的问题，唔是个人的问题啦。讲到宗教，命运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问题，是政府的问题啦。你有要做无？你把人民当作什么？是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吼，国民党来台湾用一个国家儒教来替伊背书，予咱袂记哩家己的苦难，讲宿命论，哦，这是第一个证据。搁一个要搁要求过来，就是东化教育。阮做比较宗教的人，将共产主义这个 communism 的意识形态一绝对化，甲当作一个宗教比较吼，马克思思想来处理。伫台湾读三民主义的人，国民党为着要保护伊的党国，将三民主义宗教化，恁敢知影？唔知影，我分析予恁听。但先来做一个定义：宗教伊基本条件，就爱教主。
第二就要经典，就要圣经；第三就要教条；第四就要信徒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五咧，就要神官，神官要拜是拜什么人？第六咧，嘛有一个世界观啊，哦，啊，若较功夫，要有一个宗教论啊，吼、哦。后来，那用这款范围来甲三民主义教，哦，三民主义意识来做一个比较，伊就是。阮咧教学生所讲的类似宗教 （quasi religion）， 三民主义教咧保护这个中国，伊的教主是甚物人？当然孙中山啊。三民主义教的神甚物人？蒋介石啊，英明领袖来敬礼啊，来哦，咱拢有一款的经验啊。三民主义教的信徒，国民党员啊。三民主义教的教条就是咱伫大学咧读的，三吼、哦、国父遗教啊。三民主义教嘛爱做礼拜啊，当时做礼拜，周会甲月例会啊，你着入去中山堂底下啊，唱一个冬瓜了后，三民主义有当所中，我毋是国民党员，我无必要唱一款冬瓜，啊无多啊，你对唱啊，啊唱唱着爱底下甲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刷落爱念皇帝铁骨呢，以致力国民革命，凡事四年其目的，哦，再求中国之最和平等。有成做礼拜无？有哦，政治拜拜那也无，足成足成，完全是政治宗教。刷了就好呢，哦啊，赤变不均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我拢爱你讲起来啊，英明领袖蒋总统万岁，安尼多欧白话，新的皇帝崇拜。我跟咱讲，这套吼，这套东化教育，和我想到我日本时代的教育，我那差不多了，但是日本人的教育，哦，较清气想。我读过幼稚园的时候，唔免拜神社啦，哈、啊，迄、那个算是，啊，迄、那个state Shintoism 国家信徒。读一年的时候，伫多些国民甲过的时候，我都爱穿制服，啊，这一期都爱去秀山大高山，都爱去拜神社。啊，那每礼拜拜嘛，得五日头，啊，穿制服五日头，啊，看伊个科教神社，啊，教务主任。啊，捧迄个擦起的乌的足水的，捧一个皇帝铁骨，皇帝铁骨的物件，五当兵，哦，最近咧哦，西街咧来九十度，一边的俩无吼，无拜迄个三鞠躬的啦哈，一边的俩，啊，然后啊叫你安尼起来停，啊你就起来，啊然后就迄个擦起，啊就踢开，开始读皇帝铁骨，进五毛呢，我甲苦说，我看恁家比我少岁吼，袂晓念这啦哈。咱有一位老兄弟，拢伫遮，伊若伫遮咧做伙咧演戏的时阵，我拢叫念互咱听，啊，今仔都无来啊，啊，入去教室咧，在画口号，有得人类诺特技别爱哦，啊，天诺黑甲万载，都画这，我想讲，换一个朝代啊，嘛同款啊，是语言无同款的呢，啊，拢同款啊，新皇帝崇拜啊，后来。台湾人要行入民主国家的困难，就是伫遮用一个政治宗教，甲咱麻醉，就是三民主义教。三民主义教咧保护一个中国的政权，即马毋是家国的了哦，是中国哦 ，Party State 哦，哦，所以你要占伊个江山，哪有可能啦？你给我占好，李登辉虽然是国民党，啊，国民党人。啊！你即马拢讲台独，拢讲哦，啊，弃马保台，我甲你变。十年前个代志，我哪甲你起诉？啊！你搞怪，你宋楚瑜唔听话，新票案再来，我哪甲你起诉？马英九甲金溥聪因变个啦，哦，啊，甲白泽基也创个啦，那无谁敢创这個，足可怜个呢。啊，变也宏观，我若讲安尼，你就知影，无做要甲你变到有做呢。那马英九拢无做呢，吼、哦，伊个特支费吼，台北市长个特支费，逐月即个特支费汇入去因某个口座呢，啊，佫足袂见效，佫报所得税呢，迄是明明个歪哥呢，啊，结果人判无做呢，啊，变来有做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差是差伫遮啦，因为因是市民政府，啊，咱是市民政府个奴隶，啊、哦，安尼呢啦，所以我吼，我拢讲历史，
这种事实的哦，唔惊人挑战，也是咱的经验。所以国民党伊的政权就是用这两款的宗教哦。既然要讲台湾宗教，就对这先讲啊，用国家儒教，从孔子掠落来，甲咱压哦，啊，伊的道德观就足落伍啊，啊，硬讲，来讲中公好，啊，中好拢为拢咧好国民党，啊，中咧中国民党哦，啊，实是我拄则有讲。宗教的道德观，一个宗教拢无共款，大家宗教拢无共款。哦，国家宗教的道德观就叫咱中东爱国，佛教的道德观叫咱唔通杀生，基督教的道德观叫咱食牛排不要紧，身体会健康。伊斯兰教的道德观，你食清真牛肉，袂使食猪肉啊，所以真济道德观，咱爱有一个批判甲分别。不要讲，达款宗教拢咧宽心，无唔对。达官宗教拢有宽心的项目，但是国家儒教所宽的心，就是中东顶爱国，爱国顶中东，袂使甲惊一街头甲反对就对啦，永远都爱让伊做王啦，哦，研究袂使无对啦，一定得爱对，爱认真啦，安尼尔嘛，啊，所以咱会爱做一个批判。宗教的心，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例，印度是一个大半岛，印度有两款主流的宗教。印度教将牛当作神，我去印度一遍，真是印证一下，哦，安尼牛安一大堆，说咧说咧吼，啊人学习这个拜牛，提米给牛吃，牛是神哦，因为是巴润来化身哦，哦，所以牛底下吼，吼，互人看大家比台湾的流浪狗吼较尊严哦，这只高怪牛吼，那走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咱讲回教啦。的哈地，哦，的这个巴基斯坦，啊是孟加拉什 Republic， 不管你是赤牛啊、水牛吼，哦，掠来饲哦肥肥，有一日就变清真牛肉，啊，看差遐济啊，两款无同款的宗教，一个宗教保护牛，一个宗教食牛肉，安尼这个简单的咧，宗教的道德观哪有共啦，所以。人来问讲，达款宗教拢是咧关心，你来问讲啊，什么款宗教？啊，安尼头壳才会清醒。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的问题吼，互咱来清醒。妙文观嘛是同款，东方宗教一个作歹，就是教人在修行，修行是修家己的行，唔是讲这个修行来到底。啊，我的民族会出头天，你来讲我修行，啊，民族会出头天。大家拢爱去来修行，唔免大家读册。问题就是卖啊，修行修你家己个啊，修修看会当将来去西天极乐世界啊卖啊，啊，哦，讲到宗教的问题，实是足济哈。啊，咱遮有研究佛教的人哦，佛教有一个，我安尼讲了较粗鲁，有一个伫台湾上盛行的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教。这就是净土宗哦 ，Pure Sect。搁一个坐禅呐，一心专心不离文字的禅宗是自律主义的哦，一心专心不离文字。啊，净土嘞是他律主义的，祈祷念南无阿弥陀佛啊。所以出家众拢是哦，神净双修。但是修道拢是修家己的啊，安那修安那修，特别修哦，台湾的出头天的独立建国啊，拢家己的啊。但是我甲恁讲，原始不够吼，原始不够，无他的主义呢。原始不够，伊入门是三法印啊。既然咱讲宗教，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涅槃寂静。伫现象界、感官世界无真正的我，因为我是。三世因果，因起因灭出现的我，正是我可能是吃蠓啊，吃牛，因为牛蠓啊做了太好了，只是出世做人，要搁一个后出世哦，后出世根据我一世人的行为，正规的规正道的道来决定我后出世的性命模式哦，这是佛教所讲的，所以现象界的我无真正的我，有相对的我，无真正的我，诸法无我。后出世的性命无说要变成什么，我唔知道。所以佛教教人讲啊，哪能先，就赶紧哦离开六道轮回哦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，
啊，毋通阁有一个另外一个生命模式出现，因为生命模式若出现，生老病死苦苦袂了。但是你要断绝这个苦，代志足大哦，来三皈依，皈佛，你我做会当到，就拜佛就好嘛。皈法，你我做会当到，研究佛经就好嘛。但是皈经，这个三个真少人做会当到，出家做尼姑和尚，六亲不认哦，剃头，姻缘拢总斩断，才会当解脱呢，才会当解脱。我甲恁讲。佛入灭，释迦牟尼死后一千年，有出现两个大师，一个叫做那个鸠那，龙树龙树，一个叫做巴斯班杜世亲，伊发明一个大乘思想。这大乘思想就是净土宗，净土宗开始，讲唔免啦，不够，关系不够，讲了伤过，迄落人讲涅槃即证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时间无常，这咱会当了解。涅槃即证，涅槃即证，生命唔能够再存在，在三皈依、皈依、皈依即证。讲起这一般的人老百姓听无，怎对基督教？这我是对历史讲的，南印度的基督教，甲对波斯教，甲借一寡物件来发明一个新的宗教团体，叫做普兰塞的净土宗。原始不够，无灵魂观念的。原始不够，有生命不灭论，无灵魂不灭论。我先讲这個，来做一个比较。这个生命不灭论是讲人死，要个进入轮回的存在体，叫做中阴身啊，中阴，啊是色身哦。上近七日进入轮回，上慢七七四十九日进入轮回。正规的道正，正规的规正道的道，无可能会超度。无灵魂观念，照你的因果业报进入轮回哦。这个巴斯班杜甲那个鸠那就讲，哇，这足严格嘞，来天堂较好啦，唔通涅槃。所以吼、对啊开始，大乘思想怎推翻这个灵魂观念，开始有这个灵魂不灭论出现。所以超度思想就是家庭啊，因为原始不讲涅槃，涅槃即种涅槃啦，后来。就发明一个天堂出来，会使祈祷，这个祈祷不够，中团不够，会当祈祷，连阿玛尼巴利红，你捌听下无？阿玛尼巴利红，迄有圣力，相修论就是这个中团不够，净土宗是连南无阿弥陀佛。其实吼，我真功德讲，南无阿弥陀佛是真好的一个意境哦。南无的意思是印度话。是皈依哦，皈依。阿弥陀那到这个动词那到A G 阿弥达哟阿弥达巴，就变成名词。这个名词一个讲无讲时间哦，无量寿。皈依无量寿佛。一个讲空间是光明哦，阿弥达巴。皈依无量光佛，这未歹哦，这未歹。佛是啥物？佛唔是神哦，佛是迄个已经开悟。已经开悟 ，the enlightened one， 迄个开悟者就是不落。你若要明白台湾的前途的代志，甲我的责任，我免来奋斗，你就是不落，你就是不。你若有这个心，就是罗汉哦。伫遮参加这个研修哦，咱二十二届的这个研修会的学员哦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拢做阿拉汉，拢做罗汉啦。若要搁帮衬人，就变菩萨咯。所以这个菩萨思想只有大乘不够，马哈亚那不离人有啦。所以皈依无量光佛，皈依无量寿佛，这基督教思想呢？皈依无量光，耶稣是世间的光啊。所以一个日本的学者讲，蒙我信心，伊就真特别讲写册，伊讲这净土思想根本甲南印度不够的思想有关系啊。无量寿就是基督教讲永远活永生啊，皈依永生的开悟者，这也通，这也通，不是呗所以不教那有真好意见，问题是伫遮，一个无讲涅槃的宗教，忽然间变作一个天堂，所以台湾人足现实的呢。我在生做歹代志不要紧，
死了后，拜托回想回想先生李公修、李国律师，哦，我身在别屋里啊，给我超度，要去往生西天极乐世界，就是天堂啊。所以变有天堂，无天堂的不够，功德盘的不够，或者讲变一个西天极乐的天堂出来。啊，大家所以唔惊死啊，我做歹不要紧，哦，放下土地入放下土地入地生活，啊，死后有钱人叫我超度，得去享受快乐啊。欸，啊，我吼，我这个高怪人吼，因为研究宗教史，啊，回想那咧超度，我拢调用下看，讲到底恁西天极乐世界形势变款，看看互我有够失望，是一间大庙啦，画一间大庙，讲迄个做西天极乐世界，啊，死后要去做尼姑回想，吼，迄足无自由的呢，啊，也袂当享受，迄款所在我嘛不爱去啊，啊，是安尼想，啊，所以安尼讲起来。这款的宗教信仰会当帮助台湾人未？会啦，会，就是可以会积功德，啊，积一挂功德，将来看会食上西天未？但是所积的功德，请咱会记得嘿，是积家己的呢。你若讲净土宗所积的功德会当帮助我台湾人，哦，咱台湾人的出头天，这款的功德加减啊积啦，唔是拢积家己啊。所以安尼讲起来。东方宗教一个最大的缺点，也是拢顾家己呢，无咧顾整个一个命运共同体同胞呢。但是这是东方宗教的缺失，哦，不管修行，不管积功德，拢为着家己。所以这款宗教袂当缀着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啊，这要安怎样？要缀着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啊，这个问题。啊，可能是新的佛教都会课题，不过该在有啦。我唔是反对佛教，大乘佛教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摩尼萨达位菩萨道。行菩萨道的出家众，因为着争取自由，自焚，哦，自焚死，哦，安尼来对中共最近十二三个哦，哦，这个多破的出家众自焚来牺牲。日本时代。有受过日本佛教大学熏陶的，啊，哦，会再回想，有哪进入这款自由思想，将佛教会再无路用的迄种气煞，像李小峰因一个亲戚，啊，哦，啊，我形容煞袂记哩伊个名，啊，捌伫这个开元寺出家，啊，啊，净空法师和国民党掠去枪杀迄个，也是真优秀，因拢行菩萨道，所以佛教若要进入这个现代世界。的确，第一件菩萨道，菩萨思想伟大，就是讲地界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人间的苦难若无煞，我唔爱成佛。人间的苦难，地界的亡魂，若无得救，我嘛唔成佛。这地藏王法官，地界不空，誓不成佛。这款思想是伟大，伟大。所以，唔是讲达官宗教拢歹，有伊好的所在。欠缺就是较无迄个生命共同体理念。后来，因为咱要有淡薄时间吼，要讲宗教问题，时间实在是足少。那倒转来讲民间信仰，台湾民间信仰上吃力的，就是宗教混合主义。孔子阿拜，伊代表儒教；老子阿拜，代表道教。过来，啊。释迦牟尼阿拜代表佛教，一间庙会当看见三个宗教的教主拢伫遐，但是即摆已经无够看，因为咱无时间啦，无得放一块幻，一块以前幻灯面，即摆即 PowerPoint 就互恁看。即摆耶稣甲无法就拢入庙啦，吼，哦，五教大同啊，五教大同啊。表面上看，即款的宗教哪真像袂歹咧，啊，都有一个大同观念咧，但是我甲恁讲，真晦气。台湾人三条休举起来。就是求平安甲添福寿，而且台湾民间信仰上吃力的一点，所有生命拢对中国来，这点真容易予共产党统战。啊，就趁有钱讲，哎，啊这山西是关公的故乡，来哦，咱关帝庙来山西进香哦。啊，共产党是一个反对宗教，吼，的政党。一个政权，
根本都不宗教，啊，台湾人提钱共起庙，像迄个湄洲的妈祖庙，吼、哦，啊，提钱去遐奉烟，奉通钱也唔知，我们都是同胞啦，谁容易谁，那有影谁容易谁？哦，咱的血统70%拢嘛平埔族的血统，那有影谁容易谁？啊，乌白甲咱乌白安尼通钱，啊，所以哦，台湾的新民一个真大的缺点，混合主义以外。放任思想以外，会当互我求平安、天福、寿的我拢拜，就是袂晓分别，袂晓分别这个这个神明的来源，啊，甲咱的命运的关系，这点袂晓。所以我甲先讲，你唔通看伊讲最近吼，安尼在笑笑讲什么翡翠妈祖对中国人，迄是中国人对台湾一款的统战。啊，论颜清标因的大家妈祖庙去咧变，我甲先讲。中国妈祖跟台湾妈祖绝对无共款嘿，中国妈祖是咧保护中国共产党制造飞弹威胁台湾迄个妈祖嘿，啊，台湾妈祖是有影有灵有啥，伊住台湾三四百年啊，是咧保护台湾独立建国的妈祖嘿，因为妈祖来甲台湾，甲台湾移民共款啊，咱住遮的生活习惯，另外一个价值观，中国个都无共款嘛，啊，你去安尼乌白变啊，台湾人头壳歹去，就是伫遮。新民若对中国来，拢是原乡进乡。我来讲，原乡现在原乡的政府是咱的对敌呢，伫甲咱糟蹋，要摕台湾迄个对敌呢，咱拢袂记哩啊！哦，啊，所以真晦气，就是伫遮。过来，这个民间信仰甲道教对台湾人影响第一大的一项，就是咱已经民主时代的你甲我。台湾人所拜，用帝王化的性格，关公变成关帝爷，天公叫做玉皇上帝，上帝公叫做先天上帝，啊，王爷拢王了了，帝了了，所以你看台湾的庙，庙就是王宫的缩小，所以起个翘一个就是安尼先，哦，香菱、香珠啦，香风对一个雷峰塔啦，哦，因为庙迄、那个。做迄是王宫咧，咧咁缩小化，庙台安尼先起，安尼先较会用得啦。啊，所以帝王化的性格，对台湾人的这个下意识哈 ，unconsciousness 还是潜意识啊 ，subconsciousness 有足大的影响。咱袂晓做这个土地主人，咱袂当家己管理家己，就是咱的同胞所摆迄个帝王化的性格。大家拢得了了，你要安怎样家己做这个土地主人呢？乖乖，你得宏观，吼、哦，宏通地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过来，宗教甲政治哪有关系啊？你有看下无？即个政治家拢利用庙、利用宗教，伫宣传伊的政绩，哦，逐间都走袂去，封庙必败。啊，这点也是甲咱讲起，若无安尼，伊就无票啊！啊，所以台湾的新民拢咧用利用，上可怜的吼，就是妈祖伯或者角头兄弟利用。妈祖伯伟大啦，吼、哦，咱甲肯定。但是主导妈祖庙的大家妈祖庙的头人，什么人？是海山罗摩。对，那安尼来到底，妈祖满面山倒灰的，何里外灵外圣啊？罗摩的主导。这些妈祖那有灵有声吼，那无抓起来拍下针，啊，这个妈祖足无路用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所以这个问题吼，真当予咱做一个检讨，做一个反省。过来，你台湾要做神吼，像咧做人同款，足歹做哦。你台予人去找你拜拜，台予人会满足呢？那予人未满足，无灵无声吼。偏偏一些妈祖无，台北妈都无人要拜啊咧，敢那北港妈、新港妈、啊大家妈，吼香火鼎盛啊，加奇怪。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嘛唔敢讲阮，我以前伫新南服务二五年，讲新南上灵上圣，啊恁其他教会上帝无圣，啊恁若要来求平安、天福、寿德来新南伊拜上帝，那恁即款的上帝唔免无路用啦。伊毋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台湾人就是用安尼想啊。啊，妈祖婆就是迄间较圣，即间较无灵无圣，哦，就是安尼做一个选择。结果
变作一种放任的信用态度，这影响咱的政治态度。妈祖无啥，是的吼，我拜王爷公，王爷公未啥，是的吼，我来华人找王母娘娘，王母娘娘未啥啊，大舅公、山阿王拢总来啊，直到拜到有灵有啥为止。啊，你人变作主人呢？啊，神明变作我的奴才，一个功利主义就造出来啊，就造出来。上吃力的一项，就是当人爱钱啦，佮爱跋筊啦，啊，一个爱钱爱跋筊的当人，因为利欲熏心，原来对个较低级的游泳馆啊，哦，有求必应的万神童。哦，啊，聊天顶这就去求啦，求明白。我本身吼，捌伫聊天顶边看迄人咧求明白，看甲心足艰苦。啊，再一个迄小二八比的，啊，甲兼脑娃比，啊，一群人咧跋筊咧求明白，啊，甲挨去遐甲藏咧，哦，啊，伊就藏咧坐袂好啊，啊，就翘安尼先，啊，七七七七七，啊，去遐啊，五五五五五。在时候足无道德个啦，足无道德个。我看他心足艰苦，啊，结果明白那何伊会当满足有对吼，吼、哦、到家来有鱼通看，对上金牌三星五星通食，无对一边吼甲原谅，第二边吼去甲骂骂嘞，第三边用错，第四边当人无看，一身一身掠出来甲斩脚斩手个破作病。第一遍你害我了十万剁手，第二遍害我了二十万剁脚，第三遍某啊走伊，查某囝唔插我，佮讨无钱，甲你破做病，然后用个面粉底下底底嘞，甲你等下甲剁大淡水河，所以台北市这种罗兰神哦一大堆。我问讲要安怎称呼罗兰神公、罗兰神嘛？安尼伫台湾吼做神有歹做啊无？足歹做，足歹做。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晦气啊，真晦气的民族啊！啊，这吼、哦，咱若无改变吼，无、哦、改变，我话咱真那爱要安尼落吼，用投机取巧的心态来咧从事政治活动，才是未出头天呢。所以咱要特身固执，宗教影响咱的政治态度。第一，咱爱有一个生命共同体培养。我唔是反对，唔是反对讲民间信仰安怎样。民间信仰若讲，讲做台湾的民俗袂歹啦。所以我这点吼，我真欣赏阿局姐啊咧，陈局市长。伊伫世运的时阵吼，又举办一个世界运动会啊，唔是奥林匹克啦哈，较小型的。伊从太祖爷甲请来，甲改敌武装啦。原来太祖爷吼是打风火轮的背啦哈，啊在驱邪消灾啦哈，嗯啊人阿局姐也足厉害咧。叫太祖爷呢，整个大神翁啊，骑斯柯达，不是坐风火轮哦，骑斯柯达啊，表演给这些外国人看，变作台湾的这款的民俗活动。有一阵吼、哦，王爷公、妈祖婆、上帝公来，当变作安尼是，啊，甲改敌武装，将这个魔将，将这个迷信的身份弄甲去掉，才是袂歹啦，啊、哦，是不是安尼是？我唔是讲毁灭台湾文化啊、哦，啊，咱吼、哦、要安那对宗教。来，予咱缔造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要安那样通过宗教，予咱有一个正确的道义意识。我看这咱来努力啦，吼，努力去想这个问题啦，吼。都这是迄、那个，伊都放出来，这是迄个鲁班公甲鲁班社啊，啊，这我伫十几年前去的啦。啊，我吼三四年前去，我讲啊，那这两生啊无呀，讲互吵啊头碰起来。在台湾要做神吼，就是真可怜啦，真可怜。唔那方斩头剁脚剁手，切了伤水，有奈无伊呢？啊，自身难保啦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咱反省的问题啦。哈、啊，后来，当抓来时间，检查恁有一个疑问吼，因为时间足宝贵的，我要读几篇啊，这个我所写，用台湾话所写，一鲜明的故事诗，予咱听啦。哈、啊，啊。我看台湾人有伊可爱的所在，对这二八的阵亡的人吼，伊的纪念。台湾有一间二八的庙啦吼，叫做三圣宫，恁知影无？哦，台湾第一间正式哦，当然国民党
别些恐怖的时代，伊唔敢讲，吼、哦，或者三圣公，啊，这三圣公，哦，这是祝生娘娘啦，吼、哦。伫这个虎尾的落来，吼、哦，我来介绍一个三圣公。三圣公是200多页，因为这本册就是教台湾话哈。台湾的上书上好的一个一本教科书，有哪有高遮天，有哪有猪八戒哈？啊，当然这较无迄落啦哈，较毋是真正确的一个宗教信仰。检查对蒋介石先来甲批判。啊，咱知影这个台湾人啊，咧拜蒋介石，哦，这本册内面有，啊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无认同蒋介石，哦，伊个，伊个，哦，恁看这个蒋介石个兄弟家，啊，这内面有哪有？哦，迄唔是，迄是岳帝爷啦，哈，岳帝爷。啊，这张相个蒋介石是伫溪青江顶飞大道溪青江翕个，下面这张相是伫高雄左营。的所在翕的，中德堂翕的，所以有人问我啦吼，所以我伫遮先说，既然有作诗，先来读互咱听啊。看我做一个基督徒，要安怎样定位蒋介石？台湾人咧拜祭，头壳实是歹呀啊！台湾人头壳空空，想到是真失望。数百年和硬作惯，地搞判断力错乱，国民党走路来台，独裁专制，人人知。个制造皇帝崇拜，麻醉人心真厉害啊！这拢有道具哈。蒋介石中国战败，政权共产党取代，600,000军民走路，台湾人开始叫苦。暗含蒋介石流亡，就进行造神运动，讲伊是英明领袖，待在中华未曾有。我安尼个造神哦，新皇帝崇拜，三民主义做圣经，国父遗像挂头前。九月例会做礼拜，一鞠躬、三鞠躬、再鞠躬，嘿哈！啊，拜个全国人民，哦，拜个变阿呆。蒋介石变新皇帝，讲伊个名叫敬礼，哈、哦！民族救星是黄河，伊到咱台湾人也无关了啦，哈、哦！糟蹋咱台湾人哩呢，哈、哦！民族救星是黄河，这日就唱歌娱乐，打在中华带着先人，哈、嗯！安尼个娱乐，国民党员是信徒，忠诚洗脑第一步。甘心做东正走狗，一切敌权因得包，保护政权用戒严38年长时间，白色恐怖无人权，家破人亡，政治犯。1975是转机，独裁者蒋介石死，伊个棺木藏珠湖，唔愿落葬台湾土，啊，即卖要铺咧铺咧哈，要铺咧铺咧，要铺底啊！台湾人实悲哀，独裁者落叶唔知。啊！咱拢按长久66年拢用罗亚吼，独裁者罗亚唔知，真蒋介石做神拜，蒋公王爷安尼来。我有去问讲啊，这些咩哪称呼？啊，蒋公王爷，头个歹呀哈！高雄市有中德堂拜蒋介石做阳光，元帅打扮穿古装，中国大陆要反攻，啊都不反攻啊哈！即马去咧斗啊哈！认真下去，我必向下去哈！电飞大刀开青江，有中正祖在其中。帝皇帝无业无严，装作帝王无尊严，那就民族国家，你还咧变这套？下面四则就是种个批判吼，真严格批判。蒋介石历史定位，学者讲法有权威，伊是二八元凶哦，二八大凶手就是伊。二八元凶拜伊做神不平常。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名哈，足见笑诶，讲伊是信耶稣诶哈啊真名。印度人哈，宋家秋原来是做牧师哦，比你讲诶牧师哈。后来有啦有帮咱孙中山革命，啊说原来孙中山足风流，要抢伊个查大查囝，哈啊查囝唔卖，第二个怎嫁伊做某，差25岁啊，这历史哦，恁拢爱去看啊。所以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名，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能上天堂啊！啊，你想讲伊会上天堂未？伊若会吼，我唔爱去。啊，上帝不公平啦！我嘛唔愿去啦！啊，甲伊做伙吼，
无义无事，足衰。后来，这款耶稣的信徒，上帝嘛摇头就做，做神要甲上帝变，耶稣敢会容忍伊啊？啊，事实伊是罗兰神啦，客死台湾气数尽，民间无地去敬拜，真正台湾人悲哀。啊，恁有同意无？是啊，问题就是安尼啊。后来。现在来看这个二八的这个啊，这个三圣公吼，这种历史啊，互咱哦，互咱在检查也有时间啦哈。这个聊天钉嘛有啊，哦，台湾人咧拜聊天钉，叫一个拜聊天钉，可能三圣公咱先来看哦。三圣公，我看伫第几页啊？先较紧。聊天顶个头前，好。这个三圣宫是台湾唯一的一间二八的庙宇。你若有机会，去这个外来看，这是三个装作古装。你若装作现代三圣宫，国民党就给你装的人就掠去堵啊。下面叫这个纪念二八的纪念庙的话，每年二八因家弄一个祭典。来，我读给咱听，看因的历史是安怎样来。1947年的情形，台北医馆不平静，中国官警乱开枪，取缔私分便不行，台湾人内心不平，中国官实在无能，二八事件发生，全台湾立刻响应，不满嘛，当时台湾人是受灾啊，或者阿斗草包罐，当然不满。勇敢台湾人陈情，单于长官真无能，罗宪残忍真面目，全台抗争就有音波。你敢知影这个单于娶是娶啥？日本某呢？啊，伊单于是伫日本留学的呢，啊，这款型的啊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中国人吼、哦、无一个好的啦，拢差不多是迄款型的。哦，今年的三月初二，湖北青年有起义。接收军队的武器，反抗运动就开始。单于长官讨救兵，蒋介石紧急下令，派兵来台湾镇暴，大开杀戒啊！镇暴，大开杀戒，心恶毒。迄年的三月十四，中国兵啊到嘉义，湖北义勇军反抗，真侪志士有阵亡。阵亡的三位志士就是顾祥台遗书、李希峰。甲王志玲抗暴牺牲真悲情，湖北人勇敢出动，暗中将三人埋葬，合葬伫外来公墓，啊，尊奉因做三圣公，啊，有志起庙来敬奉，公然敬拜三圣公，做二八纪念庙，啊，顺利进香人未少，拢到三讲到三圣公的造型，偶像传统的神情，廖姓、金姓两姑娘，甲因做伴真正样。每年二八日子，纪念庙会无停止，台湾魂拢无孤独，保庇台湾共和国。回顾二八事件，台湾人永远心痛。无人道的中国兵屠杀台湾人精英。台湾人和日本管，心中实在有不甘，时常在做祖国梦，安尼才会死哈。中国人来才知惨，事件原因暴力灾，草包来通知受灾，台湾人大失所望，即时惊醒祖国梦。天经地义抗暴政，这是台湾人光荣啊！为了正义来牺牲。台湾烈士人尊敬，三圣公地下幽地，台湾魂，气魄无死，永远甲中国脱离，展望建国出头天。所以咱伫遮吼，就是咧展望建国嘛，哈。啊，这个是玉皇上帝啦，哈，毋是三圣公。啊，刚才咱要淡薄时间来看聊天钉，好无？啊，伫我遐无远有拜聊天钉，一个就是安尼话。
你看廖点点，伊个造型安尼真心色哈。啊，这是牙乌青手青个廖点点，迄足冤枉。廖点点个时代，伊要牙青咧威胁人，啊，甲做一个牙乌青手青个廖点点。啊，这间庙吼真可惜，煞变作擦啦、甲乌刀、甲救命牌个庙啦哈。啊，这才是真害啊！英雄崇拜伫台湾，分布多市甲乡村，台湾新歌。讲未了，中国新歌啊，免介绍。有几位啊，做例来讲，开台圣王郑成功，开南新区啊吴沙公，咱叫宜兰来吴沙啊，披荆英雄三圣公，即拢台湾台湾神啊，台湾二七廖天丁，罗宾汉式的义兄哦，咱咱英国就是 Robin Hood 罗宾汉啊。啊！即台湾的罗宾汉的廖点点，传说伊劫富助贫，劫到吼劫到中间一千面人变来变去，淡水对岸八里分埋葬廖点点英魂，伫伊坟墓的所在起庙底下，互人拜。啊，庙名叫做汉民俗，性格啊敏感啊不得不。汉民俗是甚物人？你拜关公啊！你拜廖点点，你国民党都未通过啊！就用迄个拜关公啊，其实是咧拜廖点点。伫个梦个头前起庙吼，用拜关公去登记，避免国民党监视，真可怜吼。真做番，真个关公个好所在，三教九流伫遐拜。我要来就是经过遐吼，善男信女求消灾，有人去遐求明白。廖天丁是清水人，啊，少年时代真活动，十三岁学拍拳头，啊，心怀绝技，算真高。当时受日本统治，廖天丁看袂惯势，十九岁来到北部，啊，人地千疏，啊，无头路，生活既然真歹过，果不其然去偷摕。饕餮对上日本人，心内暗爽台湾人。啊，劫富助贫啊，廖天丁，日本警察啊，眼中钉，到处围捕也是无啦，拄着危险拢脱逃。日本政府想办法要将廖天丁解决，要收八里的朋友啊，通风报信就有想。秘伫八里的罗清坑，啊，伊个迄个防共是迄个重要地点吼。秘伫八里的罗清坑，无想杨林出卖伊，啊，日本警察有指示，不管是我就抓伊。天顶困难眠迄时，杨林下手共死伊，用地刀片啊，二十七岁的年纪，廖杰就安尼欢喜。死后埋葬伫八里，安然无事真侪年。日本警察讲义气，竟然为伊来入逼。啊，这日本一个警察娘啊，破病袂好，拜了点点算好。所以遐有一个日本警察，你要逼真趣味。啊，台湾受日本欺负，就为天顶啊编故事，集结了天顶电影，南北各地真出名。战后国民党统治，人民内心一悲气，就借义业来出气，奉祖先家敬拜伊，所以拜廖点点，有哪有一个民族意识伫咧哈？义业造型真特色，穿台湾衫标气魄，正手也乌青手穿，予咱有看。对抗歹人啊，用本领，即款啊，即款牙签的造型。表示恶道与同情，查拉敬拜也认真，将伊当作守护神。啊，检讨廖天丁崇拜好歹混杂不应该，英雄崇拜哪安尼啊？保护歹人啊，无廉耻。宗教精神讲正义，是非分明重真理，心灵改造啊是使命啊，这款道理就知明。啊，所以我依然是毋茫讲吼，通过宗教研究会当帮助台湾人一个心灵改造。台湾人心灵改造
的这个工程实在足大。第一，就是语言的改造，大家拢咱的子孙拢讲北京语，哦，迄是足无路用的。第二，就是街路，全台湾的大都市的街路拢中国名，啊，就免反攻大陆啊，拢迷你中国啊，就是因要摕台湾的一个证据，啊，啊，过来，吼，迄教科书，即嘛什么时代，还搁咧读四书五经？孔子，你若要做古典研究，我无反对。读一款无路用的物件，害死台湾囡仔吼，真歹出头天，得出国头壳较会醒。所以台湾人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改造吼，工程足大啦。唔忙咱民政府吼，将来有一个教育部吼，会做这个代志啦吼，会这过目珠啊。所以咧，你的你是负责经济吼。哦，这教育部的工作是足，这个心灵改造足要紧，那无吼足歹出头天。我的时间过头啊啦吼，所以足歹势。安尼我到这为止哈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好。来请起立。